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暌违半年，皇室战争在2021迎来了今年的新卡牌哥布林钻地机。全新卡牌哥布林钻地机是水费的史诗卡，建筑物可维持9秒，就像骷髅墓碑一样。这个哥布林钻地机每3秒会生一只哥布林，最后再生出3只。特别对上地面单位有很好的防守拉扯效果，例如胖子。透过第一只哥布林的拉扯，也能有效的防守如精锐这样的单位。甚至空中的气球也有很好的单位拉扯效果。哥布林钻地机登场，带有微弱的爆炸伤害，67D 的伤害刚好足够杀死小骷髅，但解不掉哥布林头毛手。登场方式则像矿工，可随意出现在地图任意地方，宛若木马屠城，能带来巨大伤害。建筑物的血量比哥伦兵人还高，本体是一个称职的坦克。但因为登场速度慢，几乎能很好被判断。但需留意的是，有几个放置会触发古王塔。绝多数位置能轻易的被旋风开主爆。建筑物地面体积是4格，没办法透过推挤来转换目标单位的攻击，例如这只皇家巨人。只能提早抓紧下牌时机。或许你和我一样，这时会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：若在同地方盖大楼会如何呢？示范给大家看看。比起飞桶容易被法术针对，哥布林钻地机能配合时间差有效输出伤害，搭配镜像克隆上演暗杀主塔的戏码，看他超级惊人的破坏力。作为一个建筑，哥布林钻地机有良好的防守能力，能放心的防守地面生物。但网络建筑界的皇家快递，极慢的登场速度，面对移动快的单位，特别是飞行器，往往让人措手不及。对上蓝胖或瓦基利这样的群伤单位，一样显得不堪一击。哥布林脆皮，但伤害不俗，跑得快的特性增加了场上交战的复杂度。虽然无法把单位从左吸到右，但仍可大胆预测，都被低水费类型卡主搭上这张皇室史上最灵活的建筑物，将大放异彩。考验玩家反应力和手速，我个人是跃跃欲试。大家对这张卡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以下是哥布林钻地机对上所有卡牌，一起慢慢欣赏吧。最后，右边这个画面的位置显然多输出了一点伤害，大家有看出来是为什么吗？